收藏拍卖有诀窍，陈笑请您看拍宝。大家好，您现在收看的是由中华老字号茂龙独家冠名播出的拍宝节目。哎，那么在茂龙文创园新的一期拍宝节目又和您见面了。那么先介绍到场的鉴赏专家，首先要介绍的，呵，这老先生这精神啊，大家非常熟悉和喜爱的著名的古陶瓷鉴赏家，您一会儿等着听老先生的诗句啊。著名的古陶瓷鉴赏家李晨老师。朋友们大家好。民以食为天，藏以真为先，藏机有深浅，瞬间见亮点。抓住机遇手不软，勤奋执着是关键，搞好收藏也不难。谢谢大家，谢谢主持人。您别客气，您这首诗不光是后头押韵的事儿，您基本上说的一绕口令，是吧？好，欢迎刘全能老师，我一提就知道了哈。著名的木器杂项鉴赏家刘家祥老师，把刚才李老师说的再背一遍。收藏拍卖有诀窍，嘿，哎，抄我的，抄你的，这是。这个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儿又跟李老师，没错，我们这一老一小又组合了，今儿啊，嗯。一老老专家哦，这没我的事儿、啊、小专家对、哦、这个其实刚谁说假刘假全能还、真全能、没有全能的，没有全能的，这是全能是玩笑，谁全能呢、咱们观众是全能的，观众里头藏龙卧虎、不还外边那两位也全能，那是能那个、对、那个、哎，咱们观众确实观众的高人多了、不管是方方面面，那么第一个感谢您喜爱我们的节目，第二个也希望您能够多提宝贵意见。好，我们看看场外，刚才刘老师说了，场外的两位啊确实全能型啊，那么就是真奇真眼李然李丹丹。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最新期的拍布节目又和您见面了。您好，我是真奇真一眼。哎，李老师，这不像您风格呀，平时都拿一只，今儿拿一对儿，您不告诉为了 number one 得配一个吗？今儿这一下拿俩，这怎么意思？这是因为这是四个一组，配了俩留俩呀、对，好吗？这个呀，是我们这位大哥家传的，家里老家留下的啊。大哥家里原来祖上在民国那会儿就是给这个政府部门采买瓷器的，哦，自个儿眯的。不是迷的呀，不是采买自个儿顺了，定十件还定五件、给烧个十件，十件，然后说您这十件都挺好，您全拿走。大哥说不接，说五件就五件，他把这五件弄走了。一看，哎，那五件也不错，得了，大哥说那干脆这样得了，这个我个人吧、我个人再买一对吧。哦，再掏钱了，这么就给买了，哎，就买了，挺好挺好。小官名是吧？对呀、哦，你看看这个，有点都爱不释手的吧？真没放下？没有没有没有、要是实在是爱不释手，你给30万拿走吧。嚯、跑这儿做买卖来了。这个英系图，这应该算是民国的粉彩。那当然了，是不是？你看，因为这底下这儿都写着呢。这不是江西瓷业公司吗？一写什么公司，这肯定是民国的了。但是人家说这瓷业公司可是有名号的。当然了呀。说这怎么着能跟官窑这媲美是？这赛了官。哦啊，比那官窑还厉害。对了，赛了官。这个钱江彩在中国呀、历史上80多年失传了。它不是失传。有缺点，这个东西有缺点，挺好的，没什么画的当然是没有问题了。那有什么缺点？脱彩，时间长了就掉了，这色儿掉色儿。对了，掉色儿。有时候老拿手摸呀，也掉色儿。但是我摸，我们楼大哥说没事儿，别人摸、我摸就掉色儿。别人摸那得了，跑这碰瓷儿来了，这是。哎，等会儿吧。掉了，这就掉了。你可疼掉了。好，大哥说这上面六个人呢。你看现在有一人啊，1、2、3、4，我这五，这就变五个小孩了。我这呼吸改龙卷风了。原来这树这儿打标签，这荡秋千的还一孩子呢。我谢谢你给我疼掉了。给红包，你怎么办吧？这回改套路了，跑这碰瓷儿来了。这个我跟你讲啊，这件东西非常好，这一对儿啊，一对儿市场价格，咱们给定到15000到3万吧。这个是一只3万还是一对儿3万？你要碰见大头，你当然你就一只三万；3万你要碰见明媚的，你一对3万，他够呛要。他这个满太这个大晕头的啊。好，我现在这个桌上手上拿的东西比较丰富啊。这是给您的，如果要对的话啊，
您今儿带来宝物都是老子的话啊，或者大师的话，我们有宝物奖励基金。那么这本书李老师的大作《李晨说辞》啊，这是第几本？第六本。第六本啊，您看啊，这里头有李老师的签名啊，有签字，包括写的这个给藏友的一块能够互相在收藏路上共勉的诗句。嗯，好，那么还有啊，咱们在茂龙，那么茂龙给提供的奖品。这上写的是，哎呦，这么多钱呢，还是不告诉你多少钱。写的是蓝纹石水滴吊坠，纯银的，这是吧？李老师，您送给女，不是女朋友，嗨，送给老伴儿，这不行，是吧？啊，我老跟您说，有点说漏嘴了。送给老伴儿啊，来戴在这个胸前，多好看，是吧？希望您能得奖啊。还有，这扇子，这是。真的这儿呢，咱们真大师的真奇真言啊，甄老师画的世事大福啊，香杯竹的扇骨，然后加上这个五个大柿子，这世事大吉的意思也是，是吧？世事五福啊。这把扇子是他刚送给我的，好，我就现在实施啊，这个等过段时间我看看哪天我再让他给送您一把啊。好，那么今天这些奖品都是送给观众的，还是那样，在节目中给您出一道题，第五名答对的观众就将获得今天茂龙送出的纯银花丝蓝纹石的吊坠，还有李老师的大作《李晨说辞》。我们开始现场，咱从第一件开始，来，有请李老师。这一对小观音瓶，啊，器型是高档的器型。观音瓶啊，最早出现在瓷器中应该是康熙时期，康熙时期创烧的，然后呢？各朝都有生产，器型美，而且它的纹饰更美。五个小孩啊，五个小孩，这五桂，哎，对，五桂芬芳。五桂芬芳这纹饰啊，跟五子登科，对，这个五子夺魁，都是齐名的意思啊。五桂芬芳出自于哪儿呢？啊，三字经，窦燕山有一方，教五子名俱扬。实际是从这块出来的。对，另外我们看这件瓷器，除了纹饰好，我们再看它的文字，里边呢有干支纪年款，癸亥。这个瓷器啊，我们看它是薄粉彩，应该是晚清到民国，所以这癸亥呢，应该是1923年，民国早期吧。民国早期，纹饰绘画非常精细啊，所以这是一对收藏者来说是一对好的收藏品啊。对，虽然年份咱们说比不上明代，比不上康熙，比不上这个，但是这个也很明确的是民国早期，20年。民国早期，对，因为从它的瓷器整个的特征能看得出来，波浪釉。再一个呢，我们看这个款是什么款呢？江西瓷业公司。江西瓷业公司，江西瓷业公司是成立宣统2年，是，但主要是什么呢？民国时期。民国时期，民国时期啊，黄石没有了，玉窑厂也都没了，所以好多高档的画师都到哪儿去了？很多都到这个江西瓷业公司来了。是，所以现在的收藏界的人们呢，高看一眼有江西瓷业公司的瓷器，也算民国或晚清的官窑品种之一。有行里人这么说。对，而且确实做得好的，也可以这么说。像这件呢，尤其是青花款。对，这一对呢，应该是粉彩。粉彩中的。咱们看看这里边。慢点，有玻璃白，是，有玻璃白，材料里边有玻璃白，就是粉彩，就是粉彩，这应该是粉彩，粉彩，而且这个彩呀、很和谐，让人看上去非常入眼，对，非常好，官制包浆，这对瓷器在您家里的看来还真是，这位藏友还保存的不错，没毛病，是吧？对，而且呢，这确实是，确实是一对，你看一对，这小孩呢，对，脸一个朝这么，一个朝这么，对，这很不容易，都在那爬桂树，对，所以这是一对，五桂芬芳。那么这个民国时期的啊，这个咱们粉彩英系吧，简单说的这么一对观音瓶，市场价格怎么样？江西瓷业公司的。应该是15000元人民币，因为是民国时期的瓷器，我们得给您双份的宝物奖励基金祝贺。这回您看我这个吧，我这个可有一个
有一典故。嗯，我们楼呢，这个又是我们楼的。你们家到底住哪儿啊？我们家没。你们家怎么全楼里街坊怎么都买这个东西啊？这个、有一姓朱的，是不是都你卖给街坊的呀？没听说过。你就好干这事儿。咱不干这事儿啊！这个朱大爷说了，当然反正当人面不干这事儿。这个啊，背地里也不干。这朱大爷说了，这东西啊，确实当新的买的，但是想让您，看能不能接个活儿，把这给我接个活儿改改。您接不了，就让人刘老师、刘家祥老师把这给修修，然后按老的能不能给卖了？哎，您觉得这怎么样？这个朋友们呀，我想起一句话啊，什么话呀？叫物以类聚，哦，人以群分。合着我们全是造假的，分一波了，是怎么着？您听听，像话吗？自个儿都知道这是新的，你这拿这来干嘛来呀？啊，能不能给修修？我想当老的卖，这都是他们街坊，这都是他们街坊。这朱大爷确实有点过分啊！那不都是你跟朱大爷说的吗？你说我拿走，我给你当老的卖了，合着是我给开的道似的。这个我给解释解释这事儿，这事儿深了，这事儿怎么回事？又开始啊！这是真奇，书接上回，弄了一个新笔筒哦，结果呢，跟人家那个朱大爷说这怎么怎么好，您给买了吧，老的，明代的。哎，朱大爷不懂啊，家里头新的呀，连那个治病的钱全拿出来了。嚯，我缺德不缺德？给了真奇了，结果朱大爷呢心里头也不踏实，说这真奇在我们这儿口碑也不太好。哎呦，你说我找这楼这藏友，我让他委托半天，他卖我这个，这口碑，我连看病钱都给他了，这真的假的呀？朱大爷找了一明白人一看，他说：“朱大爷，您是不是脑子不清醒的？这什么玩意儿啊？哦，不灵！这谁给卖给您的呀？确实看着不灵。”朱大爷听这不干了呀！啊，结果拿着这笔筒就找你来了。这朱大爷说：“你给我退了，你给我退了，把钱退了。”嗯，珍妮说：“给您退不了了。”朱大爷说：“为什么退不了了？”珍妮说：“那钱我都给我丈母娘花了。”朱大爷说：“那不行，你退钱。”后来珍妮说：“朱大爷别喊。”您我这本来口碑就不好，您这么一喊，瞧这模样，我这口碑好不了啊，口碑更不行了。朱大爷说：“那你说怎么办吧？”这你说，朱大爷，我认识人，我认识叫刘家祥的。嘿，我把这笔筒拿他那儿去，他给您鼓捣鼓捣，哎，就给您当老的卖了，别卖回这钱来。我说，我给您行不行啊？你呀，不接这活，然后呢？分毫罢了。朱大爷说：“那行吧。”因为反正珍妮也知道刘家祥老师也没少干这事儿。这一下得罪俩人，行了，这回我们分清阵营了。哎，然后呢，反正就这一个。哎，一会儿，人家这人，我说的是刘家祥老师，人从来不干这事儿。哎呦，别往回缝了，根本就不会干这事儿。刚才说的没少干这事儿。所以呢，这个什么缘由，怎么回事，我都给你解释清楚了。这一新的毫无价值，毫无价值。朱大爷，您说我招谁惹谁了？朱大爷盯着跟他要钱啊，说怎么着？跟他要钱。好，那么这个藏友啊，挺明白，说这件呢可能不老。但是人家就想请教刘家祥老师，重新拾到，说再好好收拾，能不能当老的给卖了？哎，这藏友真够精明的，这能新的瞎活当老的卖，咱能教这事儿吗？这个这活比较大，有点啊，而且这个事儿不能这么干的。咱们把知识先告诉咱们其他观众吧。对，这笔筒先说啊，这个底，李老师。老的朱雕笔筒这个底没有这么深，它锯得太靠下了。嗯，老的朱雕笔筒这个底都靠外，还靠外很多。有层圈，有个圈足，有个圈足。对，然后这里边啊，李老师看，好像也，对，跟李老师玩的核桃基本一色。对，它太新了点，里边做旧，它，哎，这个旧这块旧做的不错。哎，你看，哦，本身就有旧是吧？就做旧了。然后里边这个旧做的还挺自然的，可是外边这个旧就做的有点过了。它这个表面总摸的地儿它做的挺脏，篦子干净它没做到位。嗯，一般我们这个老东西啊，这个雕刻的它这个篦子往往会脏，它外边是干净的，它这个旧给做反了。所以藏友明白这是个不对的，应该啊，但是起码应该是不对的。他觉得雕的也不错，然后就看这个雕工。对，雕的挺满，雕的满不能代表雕的不错，这个主要还得从工艺上来说，这个人物啊，这老人家们呢雕的呀，就是过去如果雕这个发髻啊，还是胡须的时候，这个老的一定是一丝一丝雕的是很细，这个雕的就有点乱了，这个眼呢，这五官呢雕的，这眼你看挖了一个黑窟窿，这件东西
如果把它改的话，嗯，往好了做的话，嗯，得把雕工全给它改了，改成素的，改成好。可是它这个雕工已经，因为这个雕它要先打坯，嗯，然后再一点修，它是有程序的。是。它这个一打坯就已经打坏了，再怎么修已经修不出来了。这树还能改改。嗯。因为它没有这个五官的这个，没五官这么具象。嗯。这树的雕工我可以给它改。嗯。可是包括这树叶雕的。改成电线杆子也行。老的松树枝，它雕的跟现代很多还是不一样。啊，嗯，它这个都是中间一圆圈，嗯，然后光芒放射状的，哎，跟小太阳一样，这都是不对的。包括这石头雕的，嗯，太死板了。那就是说，您得跟那位姓朱的藏友说一下，这个雕工并不好。您别以为这雕工热闹就特别好，雕的热闹不代表雕工好，雕的简单可不能说它雕的不好。哎，嗯，这是一种意境，雕到一定程度之后是一种意境，所以，嗯，这件东西啊。很难再给它加工，说能做到，别当老的卖，就是能把它改成一件不错的工艺品，没错，就已经很难了，因为它一出手的时候就把这东西已经给废掉了。是，而且您要想改成筷子笼呢，也不好，因为都做了旧了，这都用化学用品做旧，您搁筷子也挺不卫生。不过没事，这东西还是糟蹋不了啊，把它洗干净啊，洗干净啊，擦擦油啊什么的，别这么脏啊，这些泥儿糊带的这些，这太不卫生了。洗干净还能做一个笔筒，就是新的工艺品也行，是吧？对，您千万别想着说这个我石头石头再卖给别人当老的卖，这事儿咱不能干，正能量。对，没错，咱不干啊。是，那干一什么事儿呢？我把他保护奖的基金收回来。对，这个可以收回来吧。而且冲您这个。这种想法我跟您说应该再管您要一份这不行，咱把知识获得了比什么都宝贵，好吧？嗯，好，朋友们，接下来啊又该到我展示宝物的时候。哎，这东西跟您身份太符合了。嗯，棒槌瓶。其实朋友们，棒槌瓶在收藏里面是路费很高的一种瓶子。就说你是棒槌，非常高的一种瓶子，什么都不懂。这个瓶子呢，嗯，大伙儿可以看得出来，瞧这个啊，非常漂亮哦，画片很满啊，上面是盘口哦，而且也是多层纹饰装饰。你看到他这儿全是好的啊，再看中间这开光，哎呦啊，哎，多么的漂亮！您给我解释解释，这是怎么回事？这个，这不是太阳吗？你还用说吗？太阳边上那个啊，太阳边上北斗星，这个呀，北斗啊，对，北斗星，太阳跟星星同时出来了。我问在点上了，打手背上了。哎，你看看，我跟你讲讲啊。哦，就是咱们今天的这个天象啊，和古时候人的天象有些不一样。哦，这天文学您也知道？当然了，移民火星的事儿，我现在都琢磨呢。这没那么远，您就说地球吧。我跟你讲啊，这为什么要有北斗七星和太阳？为什么？有人说北斗七星是夜里出现的，太阳是白天出现，为什么他们俩人会同时出现在一个画片上？就是啊。其实这是一种吉兆。哦。大吉之兆，日月同辉了，这叫日月同辉。您瞧，而且呢，您想啊，讲究了。当年，这个有很多史料记载啊，哦，秦始皇登基的时候，那真的就是日月同辉。对对对，这边能看见太阳，嗯，这边依稀还能看见月亮。统一六国，这叫日月同辉。嗯，实际上日月同辉啊，就是说，不见得非得在历史上说这种吉兆，不见得非得在历史上能看见。今天也有啊。今天我真的看见过，就有的时候您比方说早上起来，很空旷的这么一个野外，真的啊，就这边太阳已经升起来了，那边月亮还没有完全落下去。有，确实我们都看过。这个就叫日月同辉呀。是是是。此乃是大吉之兆。哦，这是好事儿。当然了呀，所以它表现的就是这种叫做日月同辉。您看看，说的还真好。那当然了。上面这龙画的也好，这龙穿牡丹，您看都说凤穿牡丹。这龙穿牡丹，龙也是没地儿去了。你说，你闲的呀？你上那儿干嘛去？郊游去了。你看这吗？有款吗？日月同辉啊，有款吗？非常好。嗯，这件东西呢，如果我没看错的话，从这个太阳各方面来讲呢，这应该呀是仿康熙啊，小康，小康。哦，光绪。小康呢？看看叠着有款儿，你看这不写着呢吗？啊，小康年制。哪儿写小康？没写小康年制。还有小康年制啊？不那么写哈。我头一回听说。我以为什么乱七八糟。老听他们说什么小康呢？光绪年制。不写小康年制啊？齐头并进。对对对。啊，我看过那个叫什么《幸福奔小康》，对的，那都横幅那个，对。啊，这个小康生活。这个市场价格咱给定5万元，啊，可以。
好，大家现在收看的是由咱们中华老字号茂龙独家冠名播出的拍宝节目。现在我们拍宝节目录这期节目的地点就在茂龙文创园。那么暇一时啊，天也好了啊，都踏实的时候，您到文化园来看一看，看看这些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跟魅力。好，感受一下。我们这件瓷器还是得有请李晨老师。我们首先看啊，这是个大力件，棒槌瓶。这种器型呢，在明清瓷器里边算高档的器型。棒槌瓶是清代的瓷器的器型，创烧于康熙时期，也是康熙后朝都有生产。我们看这件瓷器啊，瓷器品种是什么？五彩。它的纹饰是什么呢？厚瓷壁赋。厚瓷壁赋啊，是根据五元直画的一个瓷壁图，做蓝本画出来的。人物是苏东坡和友人坐在木船上。游赤壁。游赤壁。游赤壁。这个人物虽小啊，但是呢，长袍、乳冠、眼镜、胡须都看得很清楚。这个老头画的比跟在竹筒好。都画看得很清楚。这样的纹饰在一个锦地儿，绿色的锦地儿上面亮开光，是画出来开光。对，除了这个开光，上面还有开光啊。矾红砚纹。砚纹啊，这又是一景砚纹。这件瓷器呢，我们说器型很美高雅，绘画精细。老不老呢？我首先告诉大家，老的。老大。老到什么时候呢？应该是晚清。晚清说半天不是康熙。不是。他是仿康熙。为什么说他是仿康熙？看他这个牡丹的绘画都是按照康熙的绘画技法。特别是这个几何纹饰的锦地儿都是康熙多有的。是。但是这件从他的用料我们能看得出来。从他的光泽更能有感悟，是比较晚，包括看胎，对，都不一样，包括看胎。所以这件老的，是光绪时期的一件五彩景物人物的棒槌瓶。棒槌瓶，实际上康熙如果是康熙，离远了一看器型就不一样，康熙的显着俊，就挺拔，而且没这么肥实。当然，它要是个儿大的话，可能也相对的会粗壮一些。对。但是像这种尺寸呢，反而会相对的秀美一些。对。啊，这种略微的还是雍容一点，是吧？对。所以是晚清时候仿康熙风格的，啊。那么这一只棒槌瓶，没什么毛病，尺寸又很好，画片又很满，市场价格怎么样？让刘老师先说。那就定个3万块钱吧。那咱们听听李晨李老师。因为它年份呢比较晚，真要是康熙的呀，几十万，对，20万得有，20万得有，这么好的，你晚清的呢，也就是2到3万元，那就说2万到3万元，对，好，那么因为它是晚清时期的瓷器，祝贺您获得我们双份的宝物奖励基金。拍宝7月19日有奖问答揭晓，问题。北戴河区属于河北的哪个地级市？答案秦皇岛市。恭喜第五名答对的微信名为毛小豆的观众获得现代祁连玉夜光杯一对，精彩节目继续为您呈现。7月31日晚7点，拍宝节目联合市真拍卖将在拍宝小程序中为广大藏友推出一场直播互动拍卖，拍品包含瓷杂、玉器、书画等多种门类的收藏精品，大家可以在微信中搜索拍宝小程序参加此次拍卖活动。拍宝节目将不断推出更多惊喜，服务广大观众和藏友。李老师，这回这对儿，说不过我别动手，干嘛？干嘛拿兵人来了？对我兵人我也不怕你。我跟您说，动手是早晚的事儿，但是不是说不过你。这个您先看看这镇纸。对，放下。黄花梨，黄花梨，藏友委托了。您甭管这藏友住哪儿，跟我不是一楼的，这回没话说了吧？干嘛要吃了是怎么着？这
没有腥味儿，你不这不是黄花鱼啊？黄花鱼像吗？我听你说黄花鱼。什么耳朵啊？黄花梨。啊，黄花梨呀、啊！哎，你现在你这核头越来越不清楚、您这耳刀也不怎么样。黄花梨的，黄花梨的哈。这个镇纸，文房用品，氯分比较高。哎，我怎么看这还有水儿？这个，这不像是镇纸啊。你看自个儿都含糊。是，这怎么有两个？这个呀，啊，这倒是黄花梨。黄花梨其实最讲它的油性。这油性还行，说实话不行。为什么呀？你没见过好的那个油梨。这应该就是油梨的吧，不是吗？这个是黄花梨。康梨，不是康梨吧，反正就是黄花梨，但是呢比那个油性特别好的那个黄花梨还逊一筹，还差一点意思。但是我跟您说 啊，这个呢我告诉你这是什么 啊，你别蒙我、这根本就不是镇纸，这个实际上是家具上的某个部件。对，我看着这有水儿、是桌子腿儿、而且这个不是桌子腿儿，你知道就是说咱们过去家里头那个盖房子，它有的时候啊那个穿墙过脊不是屏风，它就是那叫隔扇。隔扇那块儿啊？对了，隔扇那块儿给拆下来了。拆了之后呢，说这个东西你说没人要啊，这怎么办呀？变成镇纸了。哎，有一个一拍脑门，说咱呀听说文房的东西贵，咱给它切成镇纸，咱们呢拿这个呢当文房东西卖，买的价格高。我怎么听着跟刚才那朱大爷一家的？这是这不也你带来的吗？我净带这个，您看没？这老不老？这个改成镇尺就不老了啊，这个木料应该有年份吧？木料雕工还行吧？是不是？雕工，你看这个啊，傻的笨粗的，哇，这个还行吗？傻的笨粗能，这还真挺早的，这能到明代吧？你瞧瞧，能到明代，但是，后来他给改了，改的不好，还行，改的不精巧。那一是您要改呢？改珠子，车成珠子。珠子，哎，说是不是这个？如果要车成珠子，就比这一对儿这值钱啊。所以就说，你这东西改造，你就是造假，你都得有知识。哦，这方面你看小巫见大巫了。你们楼里那个朱大爷，朱大爷就做的就不到位。这朱大爷就惨了。你改镇纸没找对人，你改镇纸干嘛？你找我给你车成珠子，车成珠子比这卖的贵多了。那笔筒也车成珠子呀、大家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也可以在微信上搜索拍宝的小程序。那么拍宝小程序为您带来更多全新的服务，那么包括专家讲演、专家的讲课，李老师在上头一直有咱们这视频的授课。那么还有比如说咱们定期举办的拍卖，比如茂龙的一些库出的东西，北镇文物公司的一些库出东西，还有很多从藏友征集来的。那么更有一个好消息，在8月8号和9号，我们就在茂龙啊两手市真拍卖将有一场网上的拍卖会，但是现场呢您可以通过预约的方式来现场看这个拍品。那么这里面有茂龙库出的书画，有北京市文物公司库出的书画，有茂龙库出的玉器，还有咱们北京文物公司库出的瓷器，以及从更多藏友征来的非常好的精美的藏品。那么希望能够给大家更好的艺术享受。好，我们回到现场鉴赏下一件藏品，有请刘家祥老师。到我老本行了，是、木头。对，真是找对人了您。对，真是找对人了，给您弄坏了啊。现在就是镇尺。但这个比例好像跟老的，这还怎么还都是补？你看，补丁落补丁、是吧？你看，厚了点是吧？厚了点儿，也稍微长了点儿，反正比例看着挺奇怪的，有点奇怪。可是看这个工吧，是吧？你猜，它是有老的味儿。您说，这雕工，看应该是这么着的。哦，这么着，一条立龙。立龙。就这种雕工，在什么家具上有呢？哎，桌子腿儿，案子腿儿。你都说错了。哦，嘿，好，您这没恭喜我。这种立龙啊。过去那个如意上有雕这种小翅龙的，如意上边，如意，对，还有什么上面有啊？格子上边，书架，哎，尤其是黄花梨的，够年份的，而且最起码是清早期的书架，哦，有这种满工的这种雕，拐子龙也好，这种小翅龙也好，就是所有的秤子上都有，还有一个什么呢？就是隔扇。隔扇，隔扇过去呀、是老房子，其实就是隔这个屋子用的。搁现在装修叫隔断，到底差不多。
对，我打一格子，拿石膏板。而且过去这个房子都高，一般都是老的隔扇都是3米以上，高的有3米45、3米23都有。这是隔扇，对，隔扇上面有这个，然后屏风上面也有，尤其屏风上面还比较多。这是隔扇，大隔扇，大隔扇就是3米多高那个，隔扇那个腿儿那个棍子，怎么着？边上立柱，立柱。然后那小秤子上也有，不过隔扇的小秤子上这个龙啊，它就不这么雕了，哎，它给图案就不行了，它都是按照这个横的龙纹雕出来。这是什么呢？把隔扇给锯了，因为它是满龙，就是一条一条龙盘起来。然后这个龙的雕工，这个年份呢，应该到明晚期。到明晚期，雕的反正够粗犷，这个啊，这并不雕的细。对，你说的这个就对了。这又反过来说，这个行里这个包括收藏爱好者都爱说的粗大明，粗大明。明代很多这种雕工，相对来说连家具都一样，相对比较粗，比较粗犷。对，刚才这个谢浩老师说，这上边有很多补丁。这补丁是什么呀？一看也是黄花梨。哦，这整个是黄花梨。黄花梨，而且这个是海南黄花梨。海黄。海黄，对，现在都叫海黄。给改成的镇尺，其实这应该是什么呀？残了。残了。就剩了这么一段隔扇棍子了。我们行内都叫隔扇棍子。隔扇棍子。那没法修复。那这个是隔扇的一边柱呢，还是两边柱切了？这是一根柱，因为它这个龙啊，一根柱，它都是这么一根朝外，一根朝里，这个条龙料也是顺着的，对，能看出来料。哎，这根料也看着都是一根料。是是是，看，这是海南黄花梨的。什么改？什么时候改的？最近改的。最近改的。最近改的，因为底部啊，多少还做了点旧。也做旧了。可是你哎，这是做了旧了，因为刚一弄出来的时候，这个砂纸一打是很漂亮的。那你所以您这点东西收，按黄花梨收的还真没错，真没错。但是老，它算一半老，对吧？它料是老的，它是老的，工是老的，但是这制式不是这个镇尺，就是给改过了，改过了啊。这么着就能卖出去了。这瓷器也改了就不行啊，这木器改了，这等于废物利用。其实改成一对镇尺也挺好。这龙怎么不能改啊？瓷器也能改，也可以改啊。对，比如那个鼻器表，那个切一半当大喜子，能卖的也有，是不是？对，那鼻器表这么高级呢？对，也有啊，但是都是残器了。那么这一对老料的黄花梨，这工也是老工的，等于是镇尺，市场价格怎么样？这还挺沉的哈。这就是现在说的油三金，油梨啊，油梨，油性很好的。这如果卖这么一对镇尺的话，反而价值现在按市场价不高。保守说5000块钱。5000元，对，真是基础。因为这海黄您拿5000买这么大料去，您改现在买这个料都买不来，买不下来，因为它重量相当的重。这是保守的价格吧？那么很严谨的。那这奖励基金怎么办呀？这奖励两清，两清了，因为两清不是原套原物。对，好，又该到我亮宝的时候了。陶器，陶器啊，这个，你很陶器。这用的是谐音的包，哎，都懂。你看，不忘老本行啊。这是一个小陶罐，养蝈蝈了是不是？我老本行是什么，你知道吗？老本行不是说相声吗？谁说的？哦，唱快板。对对对，不对，从小14、15就唱快板。不对，不是不是。要不老合辙押韵，一套一套的。厨师傅，煎炒烹炸哦，还当过厨师傅呢。做饭我好着呢。您最拿手的这道菜是泡方便面。嗨，这个过去的这锅锅罐、曲球罐、唐三彩啊，唐三彩哈，上面应该还一盖儿。这个呢，您说是唐三彩，我并不认同。那您说是年份比您要晚一点哦，这应该是辽三彩啊。你看他还往回说，这是辽三彩。蝈蝈那会儿，大草原上。那蛐蛐蝈蝈多了去了，就是你说到还有蚊子呢，到咱今天了，咱说呵，这个养个蝈蝈养个蛐蛐，因为你住在城里嘛，你觉得稀罕，养个虫你稀罕物。对，那草原上有的是蛐蛐蝈蝈，对不对？那还烧这么一小罐养蝈蝈，真是不可能。没错没错。所以其实我今天我说了这么多，我就想说一个问题，什么问题？你说它是养蝈蝈是不对的。嗨，你就说不对的不就完了？是不对的，但是我不能我张嘴说不对。那干嘛的？您说说，这干嘛的呀？辽代的这叫辽三彩。一小罐儿，
这干嘛呢？这喝水漏啊？肯定是养什么东西的呀？还是养东西的？这个辽代养羊的吧？这是？你们家羊这么点儿啊？小羊啊？没听说过。刚生出来的小羊。浓缩小羊。那我告诉你这是什么东西吧？啊，你看你一直都不明白。您说说吧。这个草原上啊，嗯，蚊虫叮咬啊，又要开书。蚊虫叮咬，嗯，就他们也有办法哦。往里说这有道理。往里头放一些呀，驱散蚊虫的这些个，就类似于咱今天的香囊、香薰，哎，也不算是香薰吧，反正就驱蚊的，驱蚊的东西放在这里头，哎，然后它边上，它这摆在屋里很好看，这还有道理。哎，边上这味儿散发出来，保证不会被啊蝈蝈咬着，但是蝈蝈不咬你啊，就不会被蚊虫咬到你。行，它是干这个的，好嘞。而且在当时来讲，嗯，并不是说老百姓能使的。哦，还得老百姓，你想使什么不行啊？就是随便就很粗糙。嗯，你看这个烧制的很精致啊，朋友们，你看很精致。对对对，这个是因为我拿来的，它很精致啊。很精致，多少钱？这个市场价格呀，因为大伙知道在明代才写款的，我的天哪，才能说官窑不官窑的，明代开始写款。后半夜了，这个呢，其实在当时来讲，这也应该算是官窑啊。这也官窑，这也官窑啊！一个破文不丁就官窑啊？什么叫破文不丁？这不就文不丁吗？什么叫破文不丁？里边搁点香薰，哎，就你这个酸葡萄心理的，非常什么叫酸葡萄，非常令人讨厌。就我拿一个好东西，非常好的东西，哎，对不对？官窑文不丁，这个结果到我这就是一破文不丁。这个多少钱？你说多少钱？我不说，你知道这是文不丁吗？你告诉养蝈蝈的，是。哎呦，这不定是什么呢，啊？这养蝈这事儿，我还得再跟你说。哎呀，咱别说了啊！我替蝈蝈谢谢您了。那你还想知道多少钱吗？我不想知道了。你不想知道？爱多少钱？哎，其实因为我要能，我知道多少钱，我就说的多么巧妙啊！哎呦，这件儿啊，如果门口那两个要不听咱们仨说，嗯，想去吧啊，让他们说去吧啊！但是要听了咱仨说的，就一般都有词儿了，所以让他们好好学学。当然，咱们观众共同交流、共同探讨、共同学习。好，归到李老师这儿，有请。这件器物不能说瓷器，这不能叫瓷器，因为它是陶器，陶不是瓷。这件器物呢，我们是叫它是什么瓷器品种呢？辽三彩。哎，唐三彩呀，啊，辽三彩。一会儿我跟你说唐三彩和辽三彩的区别。是，辽三彩，因为辽三彩产在哪儿呢？内蒙的慈峰和辽宁的辽阳，内蒙古两个地方。哦，辽三彩啊，往往是有多色釉、双色釉和单色釉。嗯，这个是多色釉，但三种以上就叫多色釉。它一般的是黄色的、绿色的和白色的，以这三种颜色为主。嗯，它的胎呢，陶胎，比较松软，微微泛红。我摸摸行吗，李老师？可以，看跟烧饼似的。微微泛红。嗯，哦，这个我们看这件啊，跟我说的这个辽三彩的特征都具备。嗯，所以我说它是辽三彩。大家很熟悉的，刚才主持人说了，唐三彩，大家熟悉唐三彩。对呀，啊，嗯，唐三彩跟辽三彩的区别在哪儿呢？嗯，唐三彩呢，也是三彩瓷了，也是陶器，唐三彩啊。嗯，它几种颜色往往呢，它流淌的容易交融到一块儿。嗯，而这个辽三彩几种颜色它不交融，很少流淌，界限清晰，界限清晰。嗯，这是一。第二，大家要记住，唐三彩上面有蓝色，嗯，辽三彩上没有蓝色。哦，这是学术界学者们总结的。我们这件呢，精致，嗯，应该是辽三彩，那没问题。但是老不老呢？对，这是很重要的。我说这件呢，是现代仿品，不老。哟，为什么呢？有这么两点：一，它的光泽，这个古旧感不够。嗯，辽啊，辽金时代跟宋元时代那个时期啊，对，已经很久了，嗯，这个光泽绝不是那个时候的光泽。嗯，不是那个时候的光泽，这是一。嗯，第二，方才我说了，唐三彩上面有蓝色，嗯，辽三彩上没有蓝色，嗯，这儿恰恰有深蓝色，就是说从这两点，它不是老的辽三彩，它具备辽三彩的特征。嗯，但是呢，仿者没注意这个知识点，辽三彩上没有蓝色，没有蓝色，他确确实弄了个蓝色，不搭嘎，也不是唐三彩，又
不是辽三的，辽三彩没蓝色，它有深蓝，深蓝，所以这件呢，给混搭了。从这两点说，现代仿品。而且刚才我掂了一下，手头过重了，手头太重了，手头过重了。像这种老窑的这种瓷器，相对因为它烧制温度跟胎土、陶土的问题，手头要轻一些，是吧？对。啊，这还有很多细节呢，包括您看它的开片啊，看它这怎么支着，这就不是一期节目能说完的，慢慢给您在咱们从知识上介绍。好，那实在抱歉，因为是假的辽三彩，我们得收回您的宝物，假如其事。您看看咱这案头陈设，这怎么样？这比文不丁强吧？这个啊，您瞧，哎，红酸枝啊，大理石，您瞧这远山。这纹理什么五零二粘的吧、哎？我就知道掉了哈。第一眼准奔这儿走。哇，这边更明显，这边胶都没抹匀。这个是确实有瑕不掩瑜啊，瑕不掩瑜。这还不掩瑜呢？一您这不是玉，二您这哎呀，大理石的呀，傻子笨粗啊，大理石，明代。哎，最重要有一小机关，您瞧您哎。这怎么样？这、那个，你瞧，行，哎，好玩吗？你好玩，爱玩吗？玩过，玩吧哈。OK， 哎，你就说这做工怎么样？这包浆皮壳怎么样？我们的街坊三岁小孩是都不感兴趣，他玩的还挺好。你甭说你们那街坊，这都包浆好，这个呀，皮壳我告诉你啊。哎，您慢着，怎么咯噔一下子？没事，你放心啊。你是没事，我们那藏友受不了。你放心，没事，给他摁实的。这个老的没问题。哎，这芯儿是老的，沙瓶。我跟你说，为什么是老的啊？芯儿是老的，外边也是老的。是，我就跟你说，这为什么是天然是老的？为什么呀？这你知道吗？这个不就是那有这我还真不知道。瞧你这又刚才矫情，这不就是因为这我真不知道。这我是你就直接你就说不知道就完了。您快教教我吧，啊，普及普及知识，拿手摸呀。哦。这就是亲爱的朋友，哎呦，你别叫我亲爱的，直起冷痱子。你拿手摸，就现在咱们那个切割技术特别好，激光啪一切倍儿平。但过去人手工切的，你摸这石头表面，包括咱们现在有很多家具那椅子芯儿，不是也都是石头的？真是。你摸，因为它过去它那种切割跟现在不一样，打不了那么平，打不了那么平，有起伏，有弧度，有凹陷。对，这个框子。真够脏的啊！你这个这摆着来吧，摆着这的哈，家也不太卫生。看来这老的，嗯，这个是民国的，你看这个哦，说这么热闹，民国的就是民国，您得清中期，人按清中期买的，清中期你把这俩小球抠下去，这个有这就晚了，我亲爱的朋友哦，你有这小机关倒是当然了，我跟你说啊。搞收藏，但凡哪么就哎有丁点儿、指甲盖这么点收藏知识，都知道有这个就是民国的了，怎么还清中期的呀？不清中期呢？小机关晚点，反正我也认可。你就得认可。怎么样，亲爱的朋友？啊，我来一红包怎么样？你来红包吧。啊啊，得嘞，这点东西我不看好啊。哎，多少钱？您收来帮我们说说。这东西就说您说民国的，嗯，这您摸了这老这东西，您这差评有个1000万还买不了啊？那给的还挺高的，不是都给你？哦，我说我有1000万，哦、我还买不了你这个东西吗？哦，对，我并没说你这东西值1000万，这是、啊、对不对？好，来了一个相对的大件啊，这件这个因为真奇真野会画画，你燃你半张也行，现在，所以这两位画家呀，这还坐着一位，刘家祥刘老师春节时候。画两张画也颇有建树啊，所以这深水片的，哎，咱们请刘老师说说，还是咱说画画的事儿，还是咱先说鉴赏宝物啊，这种就叫差评，小屏风，对，也可以叫屏风，过去放在哪儿，一般都是条案的中间，对，平平安安之意也有，哎，然后旁边还可以放两个胆瓶，对，这都是到晚清时候的。晚清民国时候的装修标配摆设方法，对，装修标配，对，装置标配，对。先说这块石头吧，天然的一块大理石，过去这种瓷板，大理石的多，是。北京地区北方还有那种绿石的也比较多，绿石的年份都早，这个看这个大理石的这个，我们就摸它，摸着它是平平的，平平的就不行啊。那手以前手工打磨的多少得摸出点凹凸感来、啊、笑笑老师竟说点子上，这个平手摸着平的这个石头是什么，它年份都浅，如果是老的一般都是晚清民国，年份如果够的这个石头好像都是这个
簪子簪出来之后啊，然后再打磨，它高低不平，尤其这些纹理的地方。对，匠人会觉得，比如说这个山峰突出，把这块稍微的让它有立体感应，对，有点立体感应，都是很不平整的，那种年份要早。嗯，这是看石头的这个区别，而且还有一个老石头是什么呀？它都是一面的这个景，嗯，背面呢都是毛坯，嗯，就是簪子簪完了就那样，嗯，这个镜子它是两面。哦、都是光的，两面看的。那、哦、边没看见。哦、对，跟这面是一样的。哦、一样的、嗯。哎，那就证明什么呀？嗯，是天然的纹理。您藏闷闷的吧？对。可惜啊，这块石头这儿给残了一个角。还有这个镜子，一般呢底下还有个底座。嗯。是单独的，很多这类似的镜子底座都丢失了。嗯。或者有些镜子是单独的底座跟上边丢失了，这种成套的东西，往往这我们叫什么？狮群儿。狮群。哎。那这个镜子是新的是老的呢？嗯，它的这个包浆，包括这个，哎呦，这个脏啊，有点都不太喜欢用手摸它。不，这是真是原脏原旧，您家里头看来搁了真不少年。对，这叫原脏原旧，而且这个包浆啊，按张老师的说法，那叫灿然。灿然。对，然后这个雕工呢，都是些什么雕工啊？这是，这是卡子花一类的。哎，然后大家还记住，类似于这种。这个墩子这块，这个足这块、嗯、类似于这种工、嗯、比较花的这种，都是晚清民国时期的做工。嗯，它跟黄花梨紫檀是不一样的。嗯，包括很多这种镂空，对，黄花梨紫檀很少有这种镂空，一般都是雕云龙啊什么，哎，整板的多。嗯，这个球还能动呢，你看这个也是标志性的这个特征，就是晚清民国的时候做的这种镜子，很多这种圆球都是能转的。您就能看出刘老师小时候多淘气啊！这件东西老的没问题，老的没问题。然后就是年代，清末吧，清晚期算，清晚期，清晚期。对，什么座？因为咱知道木器啊，不管是家具还是这种插屏，都讲精座、广座、苏座。这种是苏座的，苏座。嗯，比广座的要好。嗯嗯。一般有这种石头片的，要不就是广座，要不苏座的多。对，京座的到晚时候就很少有了。很少，北京也有很多广座、京座的、嗯，都是过去运过来的，没错，那边。嗯，那么这个石头片就这意思，横看成岭侧成峰，对吧？远近高低各不同。哎、好，那咱估一下吧。又一点是、这个、什么材料还没说呢？啊，对对对对对对对，您说您说您说的对、嗯。什么材料？我说的对。嗯，白酸枝。哦，白酸枝。对，也算红木。它跟老红木还不一样。嗯嗯，老红木的这个纹理都特清晰，清晰，致密度要好。这个酸枝有的地儿它会有鸡翅纹，啊，康一点，对，康一点。老红木带那种大黑线的稍微清晰、哎，是吧？对，啊，但是在中国传统家具里头也算红木类啊，这都是红木类，红木类。我们分得更细一些，没错、嗯。好，那么这件插屏市场价格怎么样？这个市场价格啊，就定15000元。15000元，嗯，您觉得行吗？可以，我就可以一致通过。您也全能了，不许打搅这姑娘。好，那么祝贺这位藏友，因为是清晚期的，这么一个差评，我们将给您双份的宝物奖励基金。7月31日晚7点，拍宝节目联合市珍拍卖将在拍宝小程序中为广大藏友推出一场直播互动拍卖，拍品包含瓷杂、玉器、书画等多种门类的收藏精品。大家可以在微信中搜索拍宝小程序参加此次拍卖活动，拍宝节目将不断推出更多惊喜，服务广大观众和藏友。好，那么现在出题啊，赶紧出。刚才说的首诗啊，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知缘身在此山中。嘿，你看看这大学问。好，那么这首诗是谁写的？就是今天的题目。那么奖品有咱们茂龙提供的纯银花丝啊镶嵌蓝纹石的这么一个吊坠，还有李老师签名大作《李晨说词》啊。另外，这个真奇真眼，甄老师刚送给我的，让我在节目里展示的，这是他画的，这不能送给您，下回再说。好，那么尽快把答案发送到拍宝的微信平台。我们赶紧再发一份宝物奖励基金吧，给今天拿来宝物最好的藏友。江西瓷业公司那对小瓶子我喜欢，那对观音瓶。对，你看远近高低各不同，两位是异口同声、嗯、啊，就是江西瓷业公司拿来那对瓶子的藏友，因为江西瓷业公司
在业内啊，只要青马款的，很多做得好的也算官窑了。它也代表代表一段时间啊，代表那段时间的瓷器的水平了。对，好，祝贺这位糖友拍宝节目在周末的晚上带来知识，带来快乐，带来李半张和甄一眼，还有我们更多专家精彩的点评。那么播出的时间。刘老师，你啊，我说，对，8:46赶紧看，晚上8:46，下期拍宝见。